迎收看布基 TV 之义工坊，我是布雷诺，这就是第五集。相信各位观众朋友看到前面的影片之后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了吧。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吗？没关系，跟着我继续看下去，你就能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作品咯。那我们就来准备组装这个面具咯。
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内容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或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欢迎各位观众按下面红色的订阅钮订阅本频道，持续关注我之后的作品。左边这里有上一集的影片，点击就能观赏。有任何问题或是对暗部面具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底下留言或寄 email 给我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 See you!